真的玩遍世界上所有的游戏了吗？我们还是可以玩别的，比如在台上演戏一样。你为什么不早说呢，大沙？我们现在就做，上演一出戏。看这个，我们从古典剧院开始吧。好无聊哦，歌剧绝对要比古典剧有趣多了，有华丽的衣服，还有唱歌呢。芭蕾也很无聊，我认为我们应该演一出经典的戏剧，能够演悲剧更好。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演歌剧。戏剧更好，只有歌剧才唱歌。我们应该要唱歌。我们来演一出经典的戏剧，不，戏剧，经典戏剧。我们应该演歌剧，歌剧。只要戏剧，经典戏剧。我们要演歌剧，经典戏剧，歌剧。我们应该要演经典戏剧，我们要演经典戏剧。我认为我们要演经典戏剧。我想我们要演歌剧。这真是个好主意，芭蕾舞歌剧添加戏剧元素。你可以继续炫耀你的知识，我要来写歌词了。真是没有演技，希望你们能珍惜这次的机会，欣赏这个表演。维伦娜在意大利，啦啦啦啦啦，我们相聚在一起，啦啦啦啦啦。没有人比我更坏。戴上邪恶大皇冠，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坏的大坏蛋。看到别人相亲相爱，我设法从中破坏，让朋友互相伤害，变成仇人我最爱。制造最大的战争，制造最多的敌人，我来主导这场秀，我是老大，我来主导这场秀，我是老大。哦哦哦哦，他真可爱。怎样想抢走他，你休想。不要，我不要胡桃钱。
失败了，坏蛋成功了，请你们继续坐在原地欣赏我们的表演。是时候去展现我的魔法力量了。逃到哪里，我都能够找到你。逃不出我手掌心。不，我们才不怕你！快点走，赶快离开我们！是大牌。反正给我就对了。你看那里有什么？
就放松，就是这么简单，你也来试试。